从明天开始，手机24小时待机，随传随到。啊？什么？还有，打卡盖章，今天的服务。你给我有多远死多远。原来陆老师喜欢这种。好苦啊！小贾，帮我加几块糖。你有手不会自己加呀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刚刚净分。语调是像了，但是气势还是差一点。啊，小贾，你跟我说啊，一周的份，哪儿给我滚！你的话，一直都是季思琪帮你润色吗？嗯，这就奇怪了，他的水平最近怎么急转直下的？他该不会是知道你和堂哥交往的事儿了吧？不是，我和季言信交往的事跟思琪的话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季思琪喜欢你吧？你画得这么痛苦，怎么可能画出好画呢？你听我的，去跟青年请辞。你说够没有？你有什么立场跟我说这些？我是为你好。不必了吧，我只不过是你解闷的工具罢了，就别真情实感了。季思琪，说话要凭良心。我要解闷不会找其他人，我干嘛缠着你不放？对啊，我也想问为什么。废话，因为我喜欢你。